宝宝们，我已经怀孕36周了，看，当当当，我的手跟腿都特别的肿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一摁一个坑，看不清是吧？有磨皮的效果，还好啦，我都习惯了，我现在健步如飞，我都可以跳尊巴了，噔噔噔，轻一点啊！没事儿，我都灵活呀。怎么了？我好像要生了！啊！去医院啊！哎，小刘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搭把手，拿着，来来来，啊，去医院。我啊！哎，我说好要拍这个生产视频的，你帮我拍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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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你拍，帮你拍。送你去吧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！家属在外面等一下，我先检查一下。好，丹丹挺住啊！啊！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。嗯，干嘛呢？啊，我去趟医院。不是我送你啊！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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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一会儿蹦迪，你送我呗。我不愿意蹦迪。谢谢啊。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妈，妈，丹丹姐要生了！来，深呼吸，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。哎，对，很好。丹妞，这儿怎么走啊？啊，前面右转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他这个情况比较紧急，36周了，高位破水，给他打2针侧肺针吧，把那个硫酸镁挂起来，留院观察一下。啊，好的。医生，他这么紧急情况，不用去手术室吗？暂时不用啊，如果他发高烧的话，就立刻叫我们吧。那我能做点什么呢？你就照顾好他，陪好他就对了。然后给你们家里人打电话，准备好待产包。好，谢谢您。丹丹姐，丹丹姐，你要疼你掐我。疼死了！拍我！相机。啊！我是好。我那个电池在我的那个大衣兜里。好好好好。啊！哎呦！赶紧红点。啊！好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真的是太疼了。来，右边拍我右边脸，好看。啊！好好。啊！你用力掐我手就不疼了。下来了，对吧？哎，没事。这么疼啊！哎呦，坚持坚持啊！是今天就能生吗？我这还早呢。哎呦，疼呀！哦，对对对，张佩，你赶紧去准备一下生产包，具体有些什么东西，你问一下外面的护士小姐哈。哦，好好。那个七七，你去买点果汁啊，巧克力这种有热量的东西。来了。我病房不是那个抽屉里面有那个香参片，一起拿过来。好，好嘞。云妹，你现在赶紧去门口接一下你大姨和大姨夫。对对对，我快去。放松，放轻松，来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很痛啊？痛。那你喊出来吧，哎，要不然你骂人也行。您看着我怎么骂呀？你当我不存在吗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。丁老师，你看这东西对吗？这个是木桶的，
没得事，没得事，差不多。哎，你如果这个时候还陪呀？静月，我莫陪了。快摇一下我爸妈。是啊。坚持坚持啊！你们这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哎，还有你哪个科室的？他是我学生，我过来看一下。看到了，赶紧走开。那个丹丹，加油啊！我送你去。不用送啊！你们都给我守着丹丹，一个人不用管我。那我等会儿上去啊。还有啊，你们这人太多了，不能这么多人。男的先出去，男士先出来，行，我这举着呗，行，送一下丁老师，我来吧。来，我去出去了啊。赶紧。哎，这能抬起来？抬起来。你真成假的？你没有真的。真的。好看，好看。哎呦，好看，好看。别在说话。不说话，要得。哎，乖儿子。害死老娘了！你不听话，我就砍死你！注意情绪啊！啊，谢谢啊，没事。你要砍死哪个嘛？我不想生了。你说不生就不生啊？你都躺在这儿了，坚持一下啊！你后悔生我了不？生的时候那是真后悔，不过我糊里糊涂当了你妈之后，我觉得是最幸福的妈。老太婆坏得很，骗我生娃。哎呦母！门外焦急等待的家属。还拍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哎呦，怎么了？这是干嘛呀？泪汪汪的。他们不会有事吧？没事。能有什么事？检查结果都好着呢，别这样啊！对呀，我们就别自己吓自己了。这样。我们就趁娃娃出来之前，每个人给他录点祝福，怎么样？录吧，行啊。这个好。行，那就外公先来吧。啊，我先来啊。啊。我先说，好吗？哎，你等一下。还要准备。前两天我还专门的写了两句诗。你看嘛，当木枝飞过能刮。敢言学艺道弥尊，外公对你也没有啥子要求，希望你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，健康快乐。好，来，来吧，佩姐。亲爱的娃娃，我是你的干妈。你妈妈是一个很棒的妈妈，你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对她好。如果你对她不好的话，我一定会收拾你的。我真的会收拾你的。你怎么跟孩子说这种话？你别听你干妈的啊，你听姨妈的。姨妈就希望你健健康康，活蹦乱跳。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快乐。咱们先爱自己，再爱别人，享受生活。你说太复杂了。不复杂，你这都好话。好了，那这个叔该你了，来吧。我，坐坐驾。说嘛，说两句嘛。你经历了那么多，依然乐观坚强。丹丹，你真的很厉害。别玩玩的，你搞清楚对象好吗？哎呀，可以，就是留个纪念，跟谁说都行。啊，行，那就 OK 了。别白弄了，快给他吧，快去看着丁老师。那转交给你了。那我上去了。有事赶紧打电话啊。打起精神。拜拜，好起来。
就两指半了，杨天博还是完整的，打一针催产素吧。哎，给我打不痛。不能打，现在必须开到四指才能打。现在打吗？那不能打。哎呦，哦，乖乖乖，坚持哈，坚持哈，整吃辣吧。把那孩子都好，你敢买？忍一下就好了啊！好了好了，省点力气哈。左边，右边，还别紧张，身体放松放松，来。来，手我们可以扶上了。来，我扶着我扶着我。孩子一点不着急。哎呀，出不来了，我累死了。坚持坚持。哎呦，那是我生你的时候，还不是。磨叽三天还出来，那要不今天先回家吧，明天再来生呗。哎，呀，这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有感觉了吗？感觉来了，等我来来的。不怕医生，不紧张不紧张，不想死我。魔法，大家都在这儿，等你哈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天，就进去了。这怪吓人的，走得去啊！走，得多长时间呢？有快的有慢的，有的五分钟就生完了，五分钟啊，没那么快。也有生一天一夜的，啊，那咋办？哎，我都出汗了。嗯，哎，西西，怎么了？佩佩姐，我妈手术提前了，马上要进手术室了。哦，现在要进手术室了是吧？啊，好嘞，知道了，马上过来。丁老师那边要进手术室了，我们俩先过去啊。好，老师，你先走啊，你先不等一会儿啊。来，走了，快，慢点。坐得去哈。啊，你走。嗯。那，凶器啊，凶器。妈，加油，你是最棒的。没事的啊。没事，本来就没事，都在这儿呢，别怕啊，没事。丹丹那边怎么样了？丹丹一点事没有，别紧张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不怕不怕啊，丁老师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放一下，放心哈。我怕丁老师。去丹丹那儿啊。哎。没事没事，稳住稳住稳住，小事儿啊，不要紧不要紧。哎，我正好分配一下，那你就在这儿跟姨妈他们看着啊，你赶紧去丹丹那儿。哎哎哎，我这样我两头跑。都保持电话通啊！我先过去。那我那要不我也跟他去，你们这人够啊！一会儿不翻一些啊啊！拜拜，叔叔。别急，西西，过来走嘛，走。西西。是大爷。害怕了？别害怕啊！你们坐，没事，你坐吧。不是五分钟，我说五分钟有的人，他明显他不是那有的人。爷，姐，没什么事儿。没了，还没出来。没事啊，稳住啊！哎，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呦，没事，你快坐着去。还没出来呢，啊，叔叔，喝个酒，喝个酒，哎，没事没事，谢谢，谢谢啊，知道，给你喝一个，那里边的人怎么？哎，丹丹，不是，哎呦，
不是，这是碗推进去的吧？不知道。稍等一下啊。好嘛。别急，你走。没事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没出来大夫吗？没出是吧？没。大家还没生出来呀？怎么啦？哎，姐，丹丹姐出来了，快生了是吧？来了。哎，佳琪。佳琪，我妈出来了，医生说手术成功了。行，好嘞。丹丹，你有没得啥子想吃的东西呀？那你想不想看看孩子？别问了，我想睡会儿。哦，好，睡一会儿啊。盖得起啊。哎，麻烦问一下，我好久能看到我孙孙了。在医院室，前头就是，你去看吧。我带你去，我刚看了过来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我还没有问你，你是丹丹的同学吧？啊，不是，他们在我店里喝茶，突然要生了，我帮忙送过来的。哦，热情的市民啊，要感谢你哦。回头我送你一副锦旗。哦，不用。醒了，姐，睡好了吗？醒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没事儿。孩子呢？孩子在保温箱里呢，有点小，你爸妈在那看着呢，没事儿啊。丁老师呢？丁老师刚从手术室推出来，问了问你，又睡着了，马上劲儿没过来。我爸妈呢？你爸妈看着孩子呢，你是不是？啊，我是谁呀？哎呀，我认识你。少说话啊。你还想找谁？大夫还是护士？我相机呢？啊，这儿呢。你现在要吗？能。这怪沉的。欣欣说了，素材肯定够。拿得动。还想要点什么？我饿了。齐普回去给你做饭去了。哎呀，这都挺长时间了，应该快到了吧？我问问啊。啊，是不舒服这啊？齐普还挺靠谱啊，会做饭。我觉得齐普真可以。怎么可以？这不。喜欢我姐吗？可别胡说八道，我岁数小不少呢，你别最后弄得都怪尴尬。经历了那么多，这多明显呀！但是岁数小怎么了？乐观、坚强。丹丹，你真的很厉害。你就是思想顽固。不是顽固，岁数小的不稳定。那知道疼人就行呗。现在知道，以后呢？顽固草，起草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麻烦你把这个拿给七号床。啊，要得嘛。谢了哈。啊，没得事。来，七号床，你家属送来的东西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他人呢？人走了。走了。啊。哎，注意休息。好，谢谢啊。这怎么走了呢？是不是听见在说话了？不能吧！哎，你别说话。这有祸从口出。
这怎么嘴坏了？不是，就怕说错话，这都人多嘴杂的都能听见。我说的不该说的你都说完了，这都什么呀？哎，这有一个长命锁。哎呦，这么大，真像个自行车锁，我。不是挺好看？这是我的小首饰。嗯，拿来。哦，你给。他拿这个来干嘛？干嘛要戴呀？嗯。我给你戴吧。嗯。好看。几点了还不起床，赶紧的，起床了，我的小懒猫，我都买菜回来了，你还在睡，你还考不考试了？考啥子试？考啥子试？姓啥子你还知道不？赶紧的，给我起来复习了，快点。妈不行，我再睡五分钟。马上。一，二。三，起来！起床！真是小懒猫，管你都管不了。我多慢啊！这是什么？嗯，这是我刚写的草稿，没写完呢。你还在写剧本啊？我让你准备复习考试，你还在背着我写剧本，你是跟我诚心过不去是不是？不是你说的吗？说让我开心快乐就好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是不是你说的？那我那是在特殊情况下说的，不算数的。谁让我没死呢？只要我一天不死，我就得怪你一天。丁老师，不讲武德。起床。瓜变得太快。恢复的也太好了吧。你去哪儿啊？去图书馆，去复习。在家不能复习，非得跑出去。有些材料要图书馆才有嘛，我走了。可乐，你姐又跑了。哎，主任。呀，小郭。吃早饭了。我马上就吃完了。哎呀，别着急，还没到上班时间呢。啊。哦，对了，正好跟你说个事儿。哦，您说。安排你啊，跟刘敏到山区去慰问帮扶。哦，行，那去多长时间呀？两天一晚上。好。哎，四川的山区没去过吗？没有，好多地方都没去过。哎呀，原本呢，考虑到你是东北人，怕你不适应，我是安排郑明天他们一起去的。嗯。结果，刚刚来通知，让他去省里边去学习，所以呢，就让你跟刘敏去，你们俩女同志正好搭个伴。行行行，我挺想去的，主任。行，嗯，好好准备准备。好好好，谢谢主任。没事。哎姐，咱过两天去那个地方，真能看见野生大熊猫吗？你寻思啥呢？你以为大熊猫和你家流浪猫似的，到处溜达？哎，小刘来了。哎，你一个人是吧？和我们一块儿呗。哎，行，你坐那个刘姐那边，差点宽敞。我在那儿，快走。行。哎，你吃点啥？点没点的？你这是什么呀？我这肥肠米线，肥肠让我吃完了，行吗？好吃。行，那我也来这个。老板，我也要一碗肥肠米线。好嘞。哎，我刚进来听你们说什么流浪猫呀？哎呀，
我们下周末不是要去山区帮扶吗？吴云想看野生大熊猫。哎，免了，好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嗯，你觉得有没有机会看野生大熊猫？万一呢？你别万一了，你们得去看大熊猫的话，得注意安全。它虽然有一个猫子，但它属于熊科，它吃肉的，野生的更危险。哦，你们去哪个县呀？啊，我们去的就是你们之前去过的那个乡，就是那个。我知道，那你们去了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，我有老乡的联系方式。行，但是我们也没去几天。没去几天，还是建议你带点厚衣服，那边现在应该很冷。哇，那还有别的嘱咐没？你看见大熊猫，得像看见熊一样，装死。哎呀，那他会不会扒拉我呀？那你得说别扒拉我。那他能听懂东北话吗？也是哈，那在四川应该说，我爱老贼。哎，对了，我爱老贼啊。哎呀，我。大哥，我们只去两天，那去两天也不能挨上呀，是吧？放心吧。啊。今天复习的怎么样？好，拜拜，下次来啊。不是想做啥做啥吗？怎么又开始弄虚作假了？我妈她又翻脸不认人了，亏我当时感动的痛哭流涕。这手术一做完呀，主人格又出来。多重人格。下班了，哎，你忘了我们今天要干嘛了？我记着呢，我刚思路如泉涌。我现在是我女朋友了，下班了。你神经病吧？你是不是人格分裂呀？走。哎呦喂！下班。我真的无语了。走。你这 PUA 我吧你。什么？我在网上看到一如集团公开招标保险经纪，这要是成了，起码500万大单。哎，你说你手多欠，刚要给你看。大妹，你点我好几回了，我没接茬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老整两个猴抱一块让我看，什么意思？你跟我暗示什么呢？你这头一回同屏是不是？哎，算了，来，走，张佩，完了，完了，回家了。你干嘛去啊？下班了，大哥。不是，这才几点呢？这才，你不安排后面的工作？不是，没明天了吗？我就明天再安排，来得及又跑不了。不是，张佩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就变得越来不像你自己了。我不像我自己，我像谁呀？像谢阳。你给我，对我知之甚少，你这是。走了，再见，谢阳。再见。才五点。
老板，有客人点餐。姐，哎，你说最近丹丹姐都没咋来，我还有点想到你。等啥呀？人家丹丹姐刚生完娃儿，一刻钟都离不开，哪有时间出门了？可是以前丹丹姐天天来吃老板做的菜，也不晓得在这里吃啥。所以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年纪轻轻的太老土了，人家不知道点外卖吗？死了哈。不能摸，不能摸！我洗手了，洗手也不行，它太脆弱了。又不是血做的，你不能动啊，不能动！这你会小点声。你有事？吓死人！这我给你介绍那个月嫂怎么样啊？人呢？哎，那不行，孩子哭的时候我都吵醒了，他在那睡着呢。哎呀，要是我没经验了，我再给你去询问。你真不用，你别麻烦了，真的啊。我姐现在啊，就是心里有一关过不去。你说第一个月嫂嫌人说话凶，第二个月嫂。嫌人说话凶，第三个月嫂嫌人不说话。第一个、第二个是不是一个呀？也不是哎，他就想自己带。那我不是特殊情况吗？啊，孩子是我非要生的，我不得让他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。是啊，是。他是不是不喜欢这玩具啊？怎么了他？看都不看。哎呀，是不是视力有问题啊？你别瞎说。不会吧？不会的。小时候我不爱哭，我妈以为我是个傻子呢。现在不也没事吗？没事吗？明天，要不你完了，他爱哭啊，这不智力有问题吗？你可得，真没事。要不去医院做个体检检查检查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万一有，不是太紧张了，你们。你说难受，必须体检，去吧去吧，必须体检。你俩别把这事搞那么严重。那我小时候也贼能哭，他没事啥？你看又哭了，宝宝啊，这怎么弄？那我哄他去睡觉去。行行行行，那我们等会儿再吃饭，买一堆吃的呢。我知道了知道了。这个千玺长得真好看，哎，不想看这个，好傻哟！你要不想看这个，真的，我肯定会哭。你怎么？你以前最爱看这种爱哭的了？你不是说哭一哭对心情好？嗯，我姐现在不行了，前两天看个恋综哭了，哭完奶水就没了，跟奶水北调似的。嗯，那那个，不行了，我现在。那就看这个吧。这我看着就生气，我现在情绪不稳定啊。你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？你现在就是个没有任何感情的机器呗，就是得。我现在是一个不能动感情的喂奶机器。哎呦，那关了。别看了，别看了。不看了，不看了，吃饭吃饭吧。也能看，不是关了关了。快给我啊！太损了。叔叔阿姨嘞？他俩比我还忙呢，白天工作，晚上还加班。哎呦，我大姨大姨。行，先哭。哭什么呀？但凡我有点出息的话，还能让他们在这么潇洒的年纪不潇洒？哎，你别多想啊，他们俩要不然也闲不住，啊，帮你分担点。亲爱的，成都最近有个很火的女性节目叫《她声音》，明天有录制，原定的嘉宾过不来，听说你在成都想请你救个场哦，反正我答应了啊，你产后还没露过脸呢。瑞贝卡又回来找你了？嗯。苏芳丽的爸妈，他们根本就不懂经营自媒体公司。我们公司走了好多人，所以我把他挖过来了。哎，那不错呀。那你去不去啊，姐？那节目可火了，好看，我也看过那个，是吗？怎么去呀？孩子一刻都离不开我。那我们帮你带呗。对呀，对呀，我们帮你带呗。哎，我们怎么不行？我们虽然没有实战经验，但是我们有知识储备，对吧？未婚未孕的，你们这懂什么呀？我们加起来都四五米的人，他就那么长，我们还弄不了他？肯定行，而且你不老说你的奶粉贵、尿布贵吗？你不是想减轻一下大姨大姨夫负担吗？有钱不能不挣啊！就是呀，要得要得，死一号死一号，给他回复。可以。走吧，啊，走了，交给你了啊，爱你啊，我送送你。哎，你那个，你拖着点，拖住的手都在腰这儿。睡着了，妈走了啊，好好弄啊。那个冰箱里的目录我都标好时间了啊，记得加热。啊，能弄明白吧？能。张凡，你是不困了？嗯，没有。啊，没有。别睡着了。
把眼睛给我睁开啊！啊。张佩。嗯。睁开啊！放心吧，哎呀，我还弄不了他，他这么点儿。狗蛋，狗蛋儿，大妈妈今天肯定是可以让你吃饱饭的。你有点好看哦。那一会儿我们就顺着这个走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。好的，好的。先会打招呼。来来，我们各部门准备了啊，录制准备开始。来，开机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呢，是一位川妹儿。那她之前呢，是网络上非常有名的美妆博主。那之后呢，她已经转型成为了一名母婴博主。让我们欢迎 Dennis。大家好 ，Dennis，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嗯。怎么了？是不舒服吗？是哪里不舒服？不好意思，我能去个洗手间吗？哦，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先停一下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大家。行吗，欣欣？哦，可以可以。能行是吧？可以可以。你把这个脖子拖住。哦，脖子拖。脊椎的地方拖住啊。哦。轻点晃它啊。啊。几点吃奶都在冰箱上贴好了啊。哦。能记住吗？记得了记得。大妈妈走喽。跟大妈妈说再见。拜拜。你是不是困了？我困，我精神着呢。别困，别睡着啊！眼睛睁开，睁大点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导演。啊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主持人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太麻烦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再来，接着来吧。啊，主持人，那我们再来了啊。好，来了。三二一，开始。Dennis 刚刚升级做了妈妈，那今天请他到节目来呢，也是想让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妈妈之后呢，所有的一些生活上的心得体会。首先我想问问 Dennis， 你觉得做妈妈之后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？最辛苦的事情应该就是是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能再去趟洗手间吗？行行行行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好的好的，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大家。那我们再等一下。好，马上，很快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，你继续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次真的 OK 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那我们就还是刚刚那一部分。好好好，开始。Dennis 刚刚升级做了妈妈，那今天请他到节目来呢，也是想让他跟大家，谁的手机啊？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喂，你好。哎呀，快递放快递柜，好吧？啊，好，再见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老师，请问您这边可以先把手机调成静音吗？哦，因为我没在孩子身边，我怕家里头给我打电话着急，所以也不放心别人帮你带孩子。那我们怎么能放心你能做好工作呢？啊，这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啊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我们就再来一遍吧。好，可以了吗？啊，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来，各部门准备，开机。哎呀，这怎么还哭了呢？你怎么带的孩子呀？我说呀，刚刚睡醒，你看睡醒。呦呦呦，哎呦，老姨来宝，我来了。哎，宝宝乖，老姨抱好了。哎呀，抱起来。哎呀呀呀呀，真乖呀，真好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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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挺难吧你？不容易。好了，那个还有他每天吃的东西，哎，你放心吧，我家那鸡鸭狗啊，喂的可好了，呦呦呦，哎呀，宝宝，哎呦呦呦，快点快点，求求求求求求求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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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佩姐打电话吧，快点快点，那个不会动，这要想儿安，又饥又得寒，知道吗？哦，那别给他吃饱了呗，就是，饿着你，饿着你，狗胆儿哎。我们要不要给妈妈打个电话哎？呀，呀，嗯，太会带了，佩姐，是不是？嗯，呀，哎，看呀，狗蛋儿，你妈回来了，快，这不狗剩妈吗？有事吗？今天狗不理啊？哎，李四又洗不洗的？我没碰，我能碰吗？哎，你看看你儿子多好看，
今儿贼乖。咋的？啥事？工作不顺吗？哎呀，现在不太适合出去工作，估计没有下一次了。没有就没有呗，就这破节目我都没看过，对，不好看，肯定不好。你不去是他们的损失，嗯，对吧？而且你现在本来就应该休产假，人家是哪个单位不给个产假？这孩子这么小，出去工作什么工作？就是看你儿子，你看你儿子也不愿意。我知道，在家剪视频一样，在家工作，嗯，不一定非要出去嘛。就是就是，反正你有事儿就叫我们，我们都带的可好。主要是我现在可以应征月嫂。哎，确实是，我觉得很有竞争力。现在咋的？你咋的？里边有汤吗？家里？你咋的？有啊，没吃饭呢。哎，我吃了，但是我得补点奶水吧，要不不够。冰箱里有，我给你弄条。这我确实帮不上忙了。行了，要不先喂点奶粉。不行不行，我必须得喂自己的奶才行，要不放心。母乳喂养，你实在不行给我。哎，你俩回去吧，你俩回去，我妈一会儿来。行，那我回去换个衣服什么的。嗯，行。哎，大妈妈要走喽，拜拜。哦，真乖真乖。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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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呦，怎么了？踢我！哎呀！灯关呀，就是这样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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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哎哎，你们好，找谁呀？